我有在录趣，影呢、欸，没关系，没有时间谈。我没有讲坏坏呀，不要讲政治，对呀、啊。对，这个等一下弄清楚一点，我会有再回风，因为太湿了。嗯，你不要上 FB 吗？有讲吗？有啊，我上 YouTube， 没关系啦。要给我们看的，帮我。上 YouTube， 可是在谈那个、啊，我有刚刚有删掉一点、啊、可是我到时候我不会剪接啊，我只好。没关系啦。那、还不是一样，给政府还不是这样说。叫人家来这边旅游，给那个越南那个一天500补助500块，反正我们没办法谈政治啊。对，没办法，不要谈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嘛。对。谈话有一些这个东西哈，有一个虚虚的。嗯。这还没有立体，还没有做出来，等一下。先把整个架构出来。我放那个 YouTube 有千人以上在看、欸、所以刚刚讲一堆话应该不 OK 吧？对呀、啊，删掉它可以吗？声音不会删呢、欸，声音 YouTube 可以删声音吗？千人看而已，又不是上是没有讲错了，我们自己的人都看了、啊，我们也没讲什么 ，OK， 对，又没有讲什么东西，有些人还上万人家看，对呀、啊。有两三个看了 YouTube 来报名，是啊，有。看那个牡丹呢、啊？哎，牡丹很多人看哦。有两位，最近有两位，介绍来市民大学。啊，这个要加那个，因为这边哈太湿，所以我会重复一下。不够白粉不够强，加强白色。加强，你看这边有没有白粉不够强？可以加，嗯。这边你看再加强，它会有没有更亮？好，我们加那个花蕊。花蕊呢，它是属于我认识他是，他以前跟我学画、啊，他来教书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他人很。上次一开封街啊，他也是气啊，他人很好啊，曾老师人非常好。我跟他好朋友啊。我这次教师会长就推荐他，我是会长，他副会长，他人好了，因为他什么都很帮忙哦。我就很忙啊，他人很好。他很有才华，他写书法写得很漂亮。安总没有去上课？我就
就上这些、啊，就没时间去上。我们都有去上，他也有，他也有。姐姐嘛，对啊，姐姐的哈。对，我们都有去上。而且他人很好，他讲得很仔细啊。我说老师，我哦做事可以啦，帮你。我说哦，那好，我是忙啊，因为没有人手啊。他很好的人。我认识，我跟他太太也很熟啊，我们认识很久。像我们年轻，年轻，对啊，叫我们去他家唱歌。嗯、我们说那那师母，他说他去上班。嗯，很好。嗯。是这梗梗哈。梗呢？这下面这个是托吗？花托？对，花托啊！嗯、你们，我有研，有稍微有研究。嗯。是胭脂加什么？多加一点点白啊。哦，不是，我说梗啊。梗啊。梗，我是刚刚的笔有一点绿哈，绿绿再加那个胭脂红啊，然后这个有毛毛的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？有毛毛的哈。然后还有没有？有时候好像有我们老师啊，或者是 有些艺术家，他会这边加一点豆点啊，因为为什么让他比较有活泼性呢、啊？有没有就打一个点，看起来比较生动啊，不会说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个花苞哈、啊。嗯。花苞选择位置就稍微注意一下哈。你看这样来的话，就选择，你可以翘一点上去。点。两个花苞。对，两个花苞。这么大张，一下一面的时候会被遮到。没有，这应该是刚好，刚好，这个刚好，嗯、像上次这么大的那个，那就比较麻烦了，最好这边都不要切到边边，因为有时候都会切到边边。那、嗯、可能那就只要那个几开的，这边可以切掉，可以切过来一点，这边切掉。那个是调的比较整齐、嗯，那就没关系，没有办法，自己在看看照片的，应该往后传。我们六月十五号哈、哦，已经、哎，不好意思，已经跟他协商好了，确定了、嗯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请我们在这里用餐，哦、用完餐再过去，因为他那个是密闭的空间，哦，没法味道。清洁我们自己要做好。OK， 不是这边有客吗？下面他是下午、哦、没有，下午他那边是空的。啊、我说这边。我们一样上课，六月十五号。不是，我说下午他这里有课，有人要上课吗？没那么早、哦，没有。但是我们要利用他那个时间呢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弄个，因为昙花嘛，哈、嗯，所以要现在还有时间哈、嗯，还有点时间，我们要用的月亮哈，因为昙花、嗯，我们月亮用喷的好了。月亮。哦，晚上。哦，这个你们等一下洗完哈，一定要洗干净。